まで出したのかな。这个电牌不要刻意的去拍。这个东西拍摄还是挺危险。嗯。要黑社会上来把我们杀了怎么办？情侣宾馆啊，对 ，OK。他就在歌舞伎町后面，也是新宿的一大特色。OK。我从这里说吧，这里就是情侣宾馆，这种 business hotel， 也就商务宾馆。OK。这块这楼还在改造呢，这新修的，啊，这是改造。车站的和车站，那个很多。先走一遍。
送货上门的，看到没有？刚才这个，这个就是现在最出名的这些牛郎。现在我们到了这个车站的附近了。Thank you.
I'm gonna go to the next one.